各位早晨，歡迎收睇一節天氣，我係蔡子順。隨著一道冷風係橫過廣東沿岸，咁一區咧今日主要受到後面嘅一啲東北季候風係影響到噶。嗱，風勢咧會係較為大翻一啲。嗱，不過睇翻今朝六點零鐘嘅時候，氣温咧暫時就未係太涼啫。咁見到各區嘅氣温啊，普遍都喺19-20度左右嘅喎。咁咧，至於喺大範圍嘅衛星影像，我哋咧就可以見到一道非常之廣闊嘅雲帶係覆蓋住整個華南地區噶。預計香港今日整體都會比較多雲一啲。我哋預計香港今日嘅天氣將會係大致多雲，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，最高氣温會上升到23度，去到今晚可能會有幾陣嘅微雨，而風方面就會吹住和緩至到清勁嘅偏北風，而稍後東風會增強。咁展望咧喺未來嘅一兩日咧，預計天氣都係稍涼啦，風勢會係頗大，仲會有幾陣雨。咁咧預計去到接近週末嘅時候咧，啲春天嘅天氣就嚟到啦。咁咧就會係變得潮濕有霧。咁一節天氣講到依度，下次再見。